寒风，我是不是一年四季如春这样穿？是不是下了大雪，鹅毛大雪，在外边一片一片的雪花落在我的肌肤上，瓢泼的大雨灌在我的头顶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是不是？你还能这样穿吗？你还能这样穿吗？昨天我出去遛弯，买了点油条，手冷，没办法，手凉，拎着东西走了一会儿，没办法，我就把它系在了这个地方，一边走一边，我就系在了这个地方，我就这样朝着头。怎么了？办法总是有的，不要在困难面前低下了你的头颅，是不是？快60岁的老头了，你看，你看，我都快60岁的人了，看看，看看我，看看我的女儿，这是女儿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？已过而立之年，我是奔着花甲而来。50多了，50多的人，30多的人，看到了吗？这是两代人，这是两代人，你家里的两代人能看出来吗？医生，看到了没有，朋友们？默默，哥俩一样，你在近距离的看，哥俩，你在近距离的看一看，来。你再近距离的看一看，看像不像？像不像？快60的人了，本人快60了，奔着花甲而来。这是刚刚过了，这是过了而立之年。这是妇女，看到了没有？所以我没有你，你用你的眼，用你自己，用你自己，记住了，用你自己的眼去看一看，分析分析这个东西。别说你美颜了，我可以把美颜给你关掉，但是他不可能美颜，不美颜他不可能出来，女孩子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把美颜给你关掉，来，我给你关掉，让你看看，看到吗？现在美颜关掉了，我给你站远一点。美颜给你关掉了，站远一点，来看吧。现在美颜关掉了，美颜现在关掉了啊，看到没有？直播间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